被我发现了吧，又在偷偷藏好吃的。抓紧把我鸡蛋藏起来，不然一会一个也吃不上了。让你天天抢我东西吃，给你做个芥末蛋让你好好吃吃。来吃饭了。来了，给你酸奶。哎呀，我给你拿酸奶，你去偷藏我好吃的，不行我得想办法给你换回来。没拿腊八蒜呢。啊，没拿腊八蒜。哎呀，行，去吧，吃吧。哎呀，拿点腊八蒜去，吃点不吃蒜下碗食儿呗，去来。我去拿哈。机会来了，抓紧来个偷梁换柱。来，咋找不到刚才偷放的肠了？他碗里怎么能有蛋呢？又来一个，我咋有点蒙圈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这都应该是我的蛋，换来换去，把好东西都换走了。抓紧吃根大肠补补。咋成小肠了呢？这大肠咋也上他碗里去了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今天真是陪到姥姥家了。啥情况？这还有一个意外之喜。快来吃饭了，选一个吧。选啥？我肯定选带鸡蛋的了。选，选啥选？等会儿，你选好了，我先，你一会儿再吃，我先吃我了。那行。无所谓，好饭多好饭。哎，你那边有鸡蛋？不对，我得看看我的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啥玩意儿呢？空的。给你空的可吃，谁会玩呢？空起来。这一会儿给我照了了都。换就换，一会别后悔。哎呀。嗯，从哪变成人鸡腿啊？刚才不是给你了吗？防不胜防，停停停停停！有人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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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回事？我这看完了，啥都没有啊，套路啊！哼！哇！啥时候弄这块？有人。嗯？小鸭。今天给你加点料。呀，今天自己说自己算。今天说啥也不能再上当了。这个鸡蛋看起来没问题，拿来吧你。先让你吃两口，这个也没事儿。小样的跟着你吃，看你还怎么套路我。这奶也没事儿。看着真不错，这想法给他抢过来。尝尝，哎呦，哎呦我去，有人，吃饭了。嗯？
那喝凉了，多留一点。今天行哈，没错了我今天。哎呦哎！Thank you.